continent. Calling up all Copa America, USA Bridge 34. Matches live on Astro.汽车在一个小时之内，在吉兰丹边境25公里范围内的油站重复添油，加紧防止有心人士再把那些有经过的洋油投入到你的车。对于吉兰丹州政府的脚步，如今多于是也成为一个判断，禁止车辆重复添购柴油和用植物汽油的边境州属。接下来，政府也会进一步扩大其拼命和执法。内贸部执法组主任阿斯曼表示，禁止重复销售的使命是为了让符合资格的国人能够继续的享有补贴，防止燃油短缺。他解释，自真正性柴油补贴落实以来，全国柴油的销售量下降了30%，而边境柴油的销售量也降了40%。解释环保局确实是存在走私补贴柴油的问题。阿斯曼说，现在已经无利可图了，不法分子呢开始把他们的目标转移到要走私195汽油上。为了躲过执法机构的法眼，不法分子现在还转换了另外一种走私的模式，从原本把燃油注入车辆里非法增设的油缸，而改为少量多次去收购比原本油缸容量比较小的汽油，而且他们知道同一家就是不同家的油站去添油，往来多次进行走私。
哎，现在政府又会不会给他杀个措手不及呢？经济部长拉菲兹早前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依旧大卖关子，他只是说啊，时机到了自然会给人民送上这份惊喜。那么在那之前呢，政府都会保守这个秘密，并且专注于重组柴油津贴的机制，从中学习以及观察市场的反应。好，我们先暂时打住，来看各报头条。光华华泰边境将近漏95柴油打完又打，吉兰丹玻璃却先跑，霹雳急打随后跟上。新州漏95针对性补贴何时开跑？巴菲斯说会有惊喜。南洋槟城616亿，单州挂零，各州薪资不均，酿社会问题。中国报巴厘岛涉金币台诈团越洋骗，诈骗大马103人入网。光明印尼涉金币网骗大马人103台湾老千落网。即将在9月中来吉隆坡开大型演唱会的美国乐团巨星 Bruno Mars， 最近呢就被一些本地网友翻出，他们认为 Bruno Mars 的黑历史，要号召大家来抵制 Bruno